Hello，大家好。我是龙来，今天我们要来打据点战呢、好了，那据点战，红色看起来比较强哦。不过这边我们还先把这两打掉吧，我们先把这两个打掉。好啦，这个的话，奥基球标准解上伤上阵喽 ，Go Go！ 看一下，应该没有出什么吧 ？OK， 好，来忘却掉。OK， 暴走，暴走的话，怎么想一下哦，还是先这样吧。这里感觉上好像得先这样打掉，因为等一下火一打下去，应该他还是会死，所以我觉得先这样吧，扛一下。不要，冷静哦！完蛋，要出事了！哇靠！这个暴走，晕，一定要晕，一定要晕啊！晕还有机会，有晕还有机会，有晕有机会，有晕有机，靠腰啊！拼暴走了，暴走，没有，看这怎么暴走啊？这怎么暴走了？操，垃圾游戏耶！我靠！刚起床我就整个火气起来，怎么回事啊？真的刚起来，刚起床火气就来了。再一次，你再给我暴走一次，你再暴走一次看看啊！你再给我暴走这样看看啊！哇，又来！他一开始又没有用那个了，又没有用三技能了，又要暴走！你看又暴，我干你！下去哦，还好这个反击，还好这反击。哦，不然我真的，哇靠那个！又是自己甩掉又是自己甩掉整个火气都来了。下去，他这个暴走应该会死。先请他下去，先请他下去。这里，好，赢了，赢了。哇，这两场他的那个暴走真的是有点恐怖，真的有点恐怖，有两次暴走都有点好。下去，好了。那后面那边怎么拿？我想一下，后面那边我没有，我好像没有火衣嘞，我好像后面没有火衣嘞，这边先拿下来。然后其实我还有露露吧，看一下哦。好啦，身为一个这个认真的公会战玩家，拥有好几组的这种破解阵容是应该的吧？来，破解给你们看，没有问题吧？好像可以哦，请他下去喽。忘却，解掉，有点不痛用力一点，拜托，打得死吗？打得死吗？打死啊！打死啊！打死啊！擦一下，擦一下，擦一下。但是只要他不要暴走，只要他不要暴走，可以下去。好，这样好像可以赢吧？我这因为这组因为第一个技能没吃哦，技能什么都没吃，然后我的火凤又是第二组符文，所以其实符文还算蛮差的。有没有这个伤害量是不高的？伤害量是不高。我火凤还没有切符文啊，但是我的这个火一跟露露都有切符文，所以应该还可以啊，赢了。除了第一场真的比较暴气以外，后面 OK， 后面 OK， 好啦，这边拿下来，这两座塔拿下来了。不过我居然用了第三次阵容，而且我最强的那个阵容居然没有过。我第一次翻车的那个阵容，它是有失技能的，那技能是全满；第二次是技能都没有满；第三次是连符文都不是最好的，但翻的是最好的那一组。这就说了。会不会翻车，真的不是取决于你的一个这个阵容有多标准，真的有时候是取决于对面有没有暴走哦。好啦，今天我先摆一下阵容，然后打在上面哦。接下来我们应该要往这个红色的去做一个进攻哦。然后再来这边的话，雷帝的话呢，
没有速度队长的直接 先打掉的，我们这边没有速度队长的，我的这一队我直接先打掉。这一队的话，我直接阿鬼好不好？好啦，这一队直接阿鬼切掉吧，阿鬼直接切掉。来，哦呦，哇，速度快，速度快，我有速度队长就还跑输，切，咻，好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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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差一点呢，差一点呢，真的差一点，真的差一点，差一点出事了，阿贝，下去，没事没事，后面没有姿势就不用怕了，我们没事不用怕了，拿掉，运气好，运气好拿下一胜，哇，那个火球有一点快，那个火球真的有点快，那个技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，然后再来的话呢，再来的话我就走一个这个光流浪的，哎、欸、不对，我没有火衣了，我想一下哦。好啦，这边的话呢，来我就走一个这个，因为火翼没，因为我没火翼了啦。如果有火翼，我会继续用火翼哦。然后因为没火翼，我这边就带一个这个高伤型的打手，高伤型的打手。然后拼命看可不可以直接先秒掉风雷帝吧，好不好？拼命看可不可以直接先秒掉风雷帝，看一下这个速度的话，够够吧？有点不确定欸，这个有点不稳，有点不稳。好，没事。哦，挡掉了，可以哦。然后，想一下，这边我要先切掉谁？我想一下，我觉得我这边想要先切掉火狗头，但我不知道切不切得死、欸。哎，试切看看。没，切不死。哇，切不死，其实着实有点尴尬。切不死，着实有点尴尬哦。来，唰唰，先这样子。哦，还好有进状态，这个进状态好，这个进状态真好。扛扛扛扛扛扛扛，然后这样子，哎、欸，哇，没中，没事没事。唰唰，暴走一下啦。再一次，唰唰，扛扛扛扛扛，暴走，再暴走一次，再暴走，再暴走，欸、没有，想一下哦。这里的话，吸空调好吗？我觉得要吸一下它的空调，哎，吸一下。好，二 G 哦，还是三 G？ 等一下哦，这里是不是可以秒掉狗头啊？这好像可以秒掉狗头哎、欸，我们先秒狗头，我们先秒狗头，因为我有无视防御，我就知道，果然秒掉狗头、哦，但这边一定会被他定掉，这也没办法，这里只能先这样子了。然后来，开砍，开砍。反击，反死他，反死他！没看到，哎又暴走，又为什么我说又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又，但又暴走了，没错。反哦，电掉哦，碎碎碎，吼哦，这场李岩耍废了，但还好，这场李岩真的耍废了，但赢了，一二砍了，他没有补血了，他没有补血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哦。有惊无险，有惊无险，唰，好啦，应该说如果对面有知识的话啦，对面如果是有迪奥知识有复活的话，还真的未必哦、喔，未必哦、喔。好，再拿下一场，再拿下一场了。好啦，再来这里呢，这个，有符文吗？有，再来这里的这个很明显的树队哦，我这边要带一个按摩弓，不是按摩弓啦，暗精灵巡逻者，然后符文我也改过了，这边符文我都已经改过了。那我要用暗精灵巡逻者来做一个反击阵，反毒大队登场。好啦，他应该会先动，没问题。哇哇哇哇哇哇哇呜哇呜哇呜！运气这么好、哦，那可不可以暴走？有再暴走一次？啊有有有有有有有！这个暴走驾驶延程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暴走驾驶延程。反开始开毒，开毒，
开读，然后晕一下。OK， 然后这里我想一下哦，忘却一下吧，忘却一下吧。读不是忘却啊，这个是那个刚才那个是冷却而已，这里才忘却，这里才忘却，这样子好。接下来，然后这是冷却嘛？这样吧，反开读，反啊，我应该忘却那个右边那只了。反，可以吧？再来读一次，读，反读，小、哦，读，好，读掉一只了，读掉一只了。读掉比较麻烦那一只了。你有点烦哦，你有点烦哦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整队的防御跟这个血量是够的。这样子，然后点，哦，毒死了，毒死了。最后再来一个忘却，这样子吧，晕一下，没有。毒，好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他等下动我就死了。好，搞定，搞定。我们的反毒队还不错吧？四星的一个很漂亮的阵容，我自己还蛮喜欢用的。然后再来看一下，想一下哦。好了，然后再来这一队，这一队的话，暗神兽身的防守是真的还算蛮烦人的啦。那我认为我这里应该是跑得赢吧，应该啦，应该啦，我觉得大概两成的机会会跑输。那如果跑赢的话，我应该就有机会从头控到尾了。啊，果然跑赢了，有没有？真的差点跑输了，这样子。然后，哇，还没消到，还没消到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还，哇哦，哇哦，真的假的啊？叉叉，开毒。开，来消，这样光荣没办法用三技。运一下如何？没有。好，再来一个，好，再消。然后这边，我确定一下暗神兽身的二技能是什么？护卫是不是？护卫的话我不怕，护卫我不怕。点掉，对，护卫我不怕哦。这个消还不错，刷刷好了。左边毒死，哇，那是百抗，这是百抗，不是，这只是百抗风暴女吧？这只风暴女我没有消掉她过，总算消到一次了。那是百抗风暴女。点他，唰唰，好啦，右边动我就会被毒死哦。搞定，好啦，再来，我还有三队是不是？我还有三队可以用哦。我想一下，这一队的话，感觉要用一个风龙旗，对不对？风龙旗加暗坦。
好，再来这个，水熊猫、风暴女，我们就用稳一点点的风先锋跟风魔阵，风先锋跟风魔阵一样。这个重点就是不要暴走太多次就没事了，不要暴走太多次就没事了。好，可以。啊，有可，这个是可以的，这个是可以的。然后咒下来，请他下马，三个加防吧，三个加防，减少伤害量，有没有？完全不痛。这里啊，一丝三技能一下好了啦，上个免疫还是稳一点，咒掉哈，嘣，好啦，这样就赢了。只要有咒掉风暴女，就确定赢了，因为剩下的这个我的补量会远远大于他的伤害量了。除非他的水熊猫能够，其实他水熊猫现在不管怎么跳都跳不赢我了，所以我好像也不用怕了。简单上个烙印吧，这样子，没上到，攻，咒掉了，一二下去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时间的问题，了，普攻就好了。这个目前来讲，他的这个血量哦，会呈现一个只要他动了就满血的状况。大家可以看哦，他的血量目前会呈现一个只要他一动，他就会满血。普攻就好，做个烙印，好喽，有机会喽，这有机会喽，有烙印的话就有机会做掉了。一二下去啊，有打掉了。好，拿下一层，再拿下一层，再来看一下其他队伍哦。再来这里的话怎么办？好想赌一波哦，怎么办？好想赌水人鱼哦，又要赌暴击啊！好想赌，真的好想赌。怎么办？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？水属性哦，想一下。好了，这样子好了。水马扛水熊猫跳，然后火马去这个扛所有主要伤害。唯一怕的应该就是火鬼延续暴走，但整体上我觉得应该 还可以扛。然后先收掉火鬼就赢了，先收掉火鬼，后面慢慢弹就好了。OK， 来，不怕，不痛，我就知道这里不痛。先上一个破防，有上到破防了，然后。开砍火鬼，嘣！想一下哦，这个要变吗？确定一下，这个要变。人形态，二技能。暴击加，然后吸弓条。我觉得这里上护盾吧，这里我上护盾。好。可以，好，有坦住，有坦住，有没有？这里我就说我只怕火鬼，你看看，哇，又满血，又，为什么我说又呢？为什么我会说又满血呢？还好可以补，
还好可以补，没事没事，水的不怕，我水的还不怕。睡一下，睡一下，不然暴走，暴！冷却，扛住哦，可以扛吗？哎呦，哇塞，哎、欸，那个火鬼有点料啊。后面有点难打了，哇！还暴走，还暴走，这个暴走又解掉，这个暴走又解掉，又解掉破防了。哦，又暴走，又暴走，谢谢你哦。哎、欸、啊，我的暴走去哪里了？你看看，哎、欸、哎，等、欸、等，你们搞清楚哦，我这三只包含火马，我全部都装暴走哦。啊，怎么好像这场等等，这场是不是都对面在动啊？这场是不是都对面在动啊？不是，怎么都对面在动啊？垃圾游戏，不开心了，我要赌了，我要赌了，我想一下哦，要赌，再确定一次有没有其他阵容可以用。好了，我觉得我刚才运气那么差，我刚刚运气那么差，应该要让我运气好一场，对不对？来，暴击，暴击，暴击，好，结束，暴击就结束，暴击就结束。顶多这里给他跳掉一只按摩弓嘛，好，给他跳一只按摩弓，没差，没差，来开点，开点，不怕不怕 ，How to lose 对不对？真的 How to lose 好，好了，今天以一个八胜二负，哇，你又暴走三次，又暴走两次，动三次，这到底怎样啊？这个，好了，我后面这个有暴走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，刚刚那里。我觉得前一场阵容确实是我是觉得没有到那么稳，但是我也不觉得应该要就是差距这么大。刚刚那个暴走起来是真的感觉到差距有一点点大的，就是好像我这边都没有要动的意思。我忘记我有没有暴走了，我是不是有暴走个一两次啊？我只记得对面的火鬼每次都会动，然后水熊猫也是每次都会暴走，所以然后光人也是每次都会暴走。好，光人好像有一两次没动吧，然后火鬼基本上是每次都动。好啦，那今天这个工会据点战打完了，八胜二负。那之前有人提议啦，好不好？这个输几场就抽几张。好啦，我们输两场，我们就抽两张。一、二，好，完全没有比较开心。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大概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咯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，大家拜拜。